真是搞不明白，难道我老妈在外面欠债了？刚才那些人是想抓我回去抵债？哎，你说呢，翟西西？不知道，建议我自己会回去，你乖乖待在家里吧。看你一直不在状态啊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吧。不用了。你看看你，为什么遇到那种事情，你还能嬉皮笑脸的？哎，我要是严肃起来，那你脸色不得更难看了？哎，是不是刚才被那个大个子按在地上，感觉自尊都没了，觉得自己又弱又渺小？是。喂，别突然认真起来啊。好想快点长大变强，才能保护好你。